介绍一下什么样的米，你觉得玉里的米是最值得推荐的？我想米啊是我们人类的主食哈，五谷杂粮里面，那么米基本上来讲就是我们人类的主食。那么怎么样的米才是好米哈？当然我们所谓的以品种做基础，品质做诱因，品牌做保证。那么所谓好的粮食哈，第一个当然是所重于它的安全性，还有它的这个口感的这个优越性啊，价格的合理性。那么以花莲的玉里，因为是四面环山，而且啊整个地区生产区里面没有任何的工业生产的一个基地，所以它基本上没有重金属污染的问题，没有埋害的问题，没有空污的问题，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再来一个就是说，玉里基本上来讲，它的产业是用这个农业为基础，所以说他们对于稻米品种的这个选择性啊是非常非常注重的。那么也另一个就是说，他们以玉里跟卓溪地区，我们的稻米过去啊哈，因为推广的比较慢，它虽然有很好的这个品种，有很好的口感，但是品牌的速度是比较慢的，所以我们讲，那么相对的它的价格也比较合理性。所以说以怎么样的好米，我想每一个人，男生女生，老的年轻的，它的适合的口感不一样。那么以玉里地区它的品种，当然我们现在首要有分作香米系列以及梗米以及一般的这个仙稻这个几个品种为最主要的基础。那么其实要看每一个人他的适口性，所以我们今天啊也特别把这一些各家不同所种的品种以及他们各个这个生产的成本不一样，也都带到了我们的北投地区来，希望的也就是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选到这个价格合理，然后品质适合，然后这个品牌能够从一而终的一个最主要目的。那除了玉米的农特产之外，还有什么是值得那我想玉里镇除了是稻米是全国产量最多品质最好以外玉里的金针也是全国量最多的。那玉里的这个茶叶目前也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一个产业尤其蜜香红茶，目前可以讲最好的蜜香红茶就在我们的这个花莲在花莲花莲县境内。那么其中海拔最高的就是我们的玉里的刺客山，所以说要找好的茶叶跟这个米，甚至于好的金针，那么其实找玉里就对了。我知道除了米跟金针茶叶之外，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无菌猪之类，是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现在讲到无菌猪它简称是 SPF，这个国语的翻译叫做无特定病原株也就是说包含的猪瘟、口蹄疫、甲型狂犬病，还有这个次粒疥癣总共有九种的病原都必须要是不利，也就是说病原都不存在，也没有办法打疫苗，也不能打疫苗因为疫苗会把这个病菌就是说病原猪打进去让它去产生抗体。那么全国唯一的一场就在我们花莲县的玉里镇。介绍什么季节我们去到玉里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风景，然后有什么样的特产？其实一年365天四季里面玉里其实它有非常不同的一个环境的变化。比方说我们这个三月份四月份玉里镇的刺客山有将近5000株的樱花那不管它是山樱花或者八重樱，它怎么样样式非常的齐全。那么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八月份九月份不但是我们全国花海最多的这个金针花海一片5-600公顷黄澄澄的一片还有就是说它有一个丰年祭因为玉里镇辖区之内有21个部落两年有一次的联合丰年祭，那么隔年又有这个21个部落有各个的这个丰年祭那么
甚至于就是说到我们那边去都还能够傍晚三四点之后都能看到绵延30公里的这个云雾哦的变化，可以讲说每一个小时每分钟会有不同的变化。其实到义里去哦，其实我们讲说要看花海，要看这个天气云雾的这个变化，甚至于要洗怎么样呢？那一种就是说碳酸氢钠钱或者这个碱性钱哈，颜色漂亮，然后硫磺味是非常的这个什么清新的，其实到印尼去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以义里镇哈，我们讲今天的主轴义里意见好茶米哈，最主要目的我们主力在推义里的好米跟好茶哈。那么刺客山上面产茶，坦白讲它已经有十几年的这个时间，但是因为在104年之前刺客山上面它整个林区是属于造林地，农民怎么样呢？它是怎么样在闲暇之余，以及就是说那个坡度比较不会有这个土石流问题的这些地方有种植茶叶，但是碍于法令没有办法合法化。但是104年解编之后，这一些茶区已经是怎么样，已经能够取得合法化。所以义里镇公所在105年开始联系到今年要办第三期的这个蜜香红茶的这个评鉴，目的也就是透过评鉴让他们的茶的品制作的这个技术能够怎么样再次的提升，然后也透过了评鉴这个一些茶叶它有一定的水准的情况之下，我们呢透过公部门的这个资源跟这个力量去跟它做包装，以及做这个保证的这个一个目的。所以说刺客山上面现在一年所生产的茶叶，除了有蜜香过去的乌龙茶，也有蜜香红茶。那么蜜香红茶因为它是属于必须要有天然环境非常的好，不施打药物才有办法有这个小粒叶蝉的啃食。那么一年现在基本上来讲一甲地大约差不多2000公斤左右，那么现在山区有将近37公顷到38公顷，目前逐渐会扩展到将近有80公顷的面积。那么以茶量事实上来讲它是足够的我想您所提的是这一支黑宝，也就是台湾黑熊协会的这一支黑宝那么其实讲到这一支黑宝，它是这个台湾黑熊协会，也就是理事长是我们的之前的监委张富美张监委他们成立的一个协会，目的是为了要保育这个台湾黑熊，因为台湾黑熊是台湾的延伸种。那么他们当时20年前在研究这只台湾黑熊跟推动台湾黑熊延伸动物的保育就是在义里火车站上下车。那么目前台湾仅存的这个500-600只的黑熊聚落最多、数量最多的也在我们义里镇跟卓溪的这个交界这个大分山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山区这个辖区的山区里面。那么也因此台湾黑熊协会唯一的一个黑熊故事馆现在也在义里。那么当然他们这一支黑宝是当时最早的，那但是因为协会是属于民间团体，很少有政府单位愿意去承接它。那么刚好104年义里镇公所呢愿意承揽，就是说这一支台湾黑熊来怎么样做我们地方产品的这个代言者。然后104年的6月24号我们这只黑熊已经去注册完成就是义里熊站已经注册完成。那么现在我们也就是说把这只台湾黑熊义里熊站这只未来就是变成我们不管是产业或者文化业的一个产品吉祥物的一个代言。那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次花莲大地震对义里有造成什么影响吗？那除了造成影响之外，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协助？是基本上以这个实际上环境，因为义里镇跟花莲市地震的这个这个断层带离了100公里，以义里没有任何的损伤，但是却
怎样整个产业以及这个旅游业观光业却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大家都以为说花莲发生了大地震，义里又在属于在花莲县境内，那变成很多的游客哈、哦，原本在那边订房然后要旅游的全部都退房啊。但是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这次的2006的这个大地震哈、哦，在义里基本上来讲没有任何的损伤，那么但是呢，却整个的观光产业以及经济业，花莲地区啊，过去长期以来就是被人家认定地震多、台风多也大哦，那么它的基础一些建设，坦白讲都非常的讲究，那尤其抗震、抗台的这些设施，他们基本上来讲哦，这个县内以及镇区这个辖下的13乡镇，其实对这些都非常的注重，所以民众其实对这些并不需要担心，因为如果整个大地震真的或者台风会影响到花莲县其他的地区，我看。龚镇长早安。接下来要欢迎到的是我们行政院原住民事务委员会移教拔鹿耳主委，主委早。再来是我们行政院原住民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处的处长王美平处长，处长好。接着是我们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东区分署副分署长陈吉村副分署长好。接着是我们立法院的立法委员郑天才委员好。接着是我们的立法委员古拉斯委员好。接着是我们立法委员吴思瑶办公室的陈贤卫陈主任早安。接着是我们北投区的副区长李条煌副区长，副区长早。接下来是我们台湾的一起公益协会林冠宏理事长，林理事长早安。接着是我们台湾一起公益协会公共事务委员会陈兆清主委，陈主委早安。接着是我们台北市北投区青椒里里长李炳莲，李里长早安。接着是我们台北市北投区社区大学的校长谢国清，谢校长早安。接着是我们的新北投车站的站长，新北投车站的经理，我们的詹雨婷经理，詹经理早安。好的，最后是我们的台湾黑熊保育协会的王小虎执行长，王执行长早安。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我们台北市的温泉发展协会的周水美理事长，理事长致赠我们的大会兰花一盆。好的，请各位用热烈的掌声来。Oh,
Emotion.
是阿美族你好的意思啊，真的马里巴布发了之后啊，带你们上阿拉维带领你北投区哈，啊，真的很高兴啊，来到我们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啊地方哈，啊北投区啊，我们要感谢区长提供这么好的场地，啊，让我的故乡我们镇长啊所举办的这个啊我们义旅的农特产品的这个推广的活动，要特别啊站在义旅人呢啊要感谢你啊，其实。啊，虽然玉里离北投非常的远哈，如果你坐到花莲车站以后呢，还要再往南延伸90公里以后啊才会到哈，啊，所以是非常的远哈，啊，所以啊这个龚镇长呢啊为了要推广我们的玉里镇的农特产品呢啊特别来到我们北投呢，来为我们的啊农民哈，啊，做一个服务，我想这个是很值得肯定的一个。啊，镇长哦，那义里的米，等一下镇长一定会讲哦。那义里到底有多好吃，看我就知道了。我是从国小、国中，至少我吃了15年的义里米以后，才有机会到台北淡水念书了哈，哦。所以我是啊，可以做我们义里米的这个见证哈，哦，让我们很健康的成长啊，哦，这是很重要的。那。北投跟义里还有一个很共通的地方，我们都有温泉。啊，区长，我们都有温泉，可是北投的温泉跟义里的温泉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们要互相交流哈。啊，义里的也可以来这边泡温泉，北投的这个区民，台北市的市民也可以到我们啊很有名的义里的安通温泉来啊享用我们的温泉是很好的。我想啊，今天。我相信等一下我们镇长会啊特别来跟我们啊说明今天所有我们农特产品啊推广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这个农特产品啊，等一下呢啊我看几乎都有各种的农特产品都在我们的摊位当中啊，希望我们啊台北市的市民多多利用这2天的时间来给我们捧场，让我们的义里的农特产品有更好的成绩，好不好？好。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我们的玉里的龚镇长也是我的镇长，因为我也是玉里人。还有最支持我们的玉里农产业发展的原民会的主委一将主委，在地的主人北投区的区长你好，还有我们的农粮署的东区的分署长，尤其是我的好姐妹，我们北投在地的吴思瑶委员。的主任贤惠也来到这边，也是我们的准议员。今天要特别告诉我们，在台北市，尤其是北投区，来到这个公园来逛街，然后来看看我们的农产品的朋友，要跟大家推销玉里的米很不一样。玉里因为有非常不一样的水，非常不一样的空气，非常不一样的阳光。所以种出来的米，我们的口感、质感还有味道都非常的不同。那么在过去这几年，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镇长积极的推动要促销我们的玉里米。那么话不多说，其实哦，这个大家买回去了才算数，买回去吃吃看才知道。尤其在这边，我一定要督促思瑶还有思瑶的办公室，一定要大力的支持我们的北投区的姐妹镇，也就是玉里镇，希望我们可以两镇一起推动我们的农产还有观光的产业，希望在地的朋友可以支持来自花莲的你，大家今天一定要买回去吃吃看，因为真的很好吃。在这边要感谢大家，也预祝今天大会顺利圆满成功，谢谢。谢谢，我是吴思瑶立委的主任陈贤惠哈。那首先代表思瑶委员，欢迎我们花莲的朋友来到北投哈。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右手边的新北投车站，就是思瑶委员历经这个3届的议员，到当上立委哈，总共是12年的时间，非常辛苦的从这个彰化把它赢回来，重建的这个我们的文史古迹哈，已经超过100岁的年纪了。那也欢迎我们的花莲的乡亲们也。
在这个这几天的这个特展呢，有空也一定要务必来参观一下我们新北投车站。那北投当然也是好山好水哈，那我们跟花莲也非常多的互动，非常多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互动交流的机会。那我相信我们会努力的宣传，让我们北投乡亲可以来支持我们花莲在地的农特产品。那再次的代表CL委员欢迎大家来到北投，也祝福大家这几天的特展顺利圆满，在座的各位好朋友身体健康。今天非常高兴啊，老实说啊，这个是天空作别，我早起啊都套早都关干岛宫，因为我们在那边办成人礼的活动。那后来呢，我再赶到体育会呢在石牌呢办几个大型的一个综合的表演会，还有摸彩啊，然后再赶到这边来。那我想说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今天的活动在这边办呢也具有相当的意义。而且呢在玉里啊来讲，我们两个乡镇大家都有签署这一个互相关怀关爱的这一个这个应该是姐妹哈、哦、对，那时候是我们美丽区长呢也非常感谢。那在这边呢在玉里的整个贩售呢，以前玉里镇我们龚镇长啊，那时候是摆在那个台北银行，就是一个富邦银行后边一个所在那个地方。那这一次呢把它摆到这边来，那这个呢是我们重新的一个展示。那一方面呢也让这个地方呢的文史古迹啊呈现在我们所有乡亲的眼前。那尤其呢这一个火车站啊，它能够这样来在这边重新盖起来啊，那是具有相当大的意义。那整个北投呢在我们吴思瑶委员的一个力争之下，那整个北投我们在北投生态的博物园区里面呢、我们也希望说它造成了一个没有博物馆没有围墙的一个博物园区。那从这一右手边呢从大家的左手边呢、从开始算起啊，那边有相当多从日本时代呢就已经非常具有盛名的一些名胜古迹，然后一直延伸到现在新产生的22号公园，也就是沙站卡这个公园啊，让这个区域啊都能够呈现出一种观光休闲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北投区啊也希望说我们的发展的方向是跟东区那边是不一样的啊，东区那边高楼林立啊，那个是工商业发展的地方，那我们这边呢是一种人文荟萃，而且呢是非常具有盛名具有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温馨还有贴切的一个地方。那所以呢刚好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来欢迎我们玉里镇的乡亲呢到这边来，也如此请玉里镇的乡亲呢来了解我们北投。那我们也改天呢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到玉里去了解一下。那我本身呢，我也是住台东，我小学、国中、高中都念台东，我也是上大学才到台北来。那所以我也对乡亲的那种感情啊是难以言喻的。那在这边呢我祝福在今天的还有到明天的整个活动呢能够美满成功谢谢各位，谢谢。今天很高兴啊，我们玉里镇的龚镇长率领他的团队哈，从我们这个玉里翻山涉水哈，真的是因为我早上才从那个花莲出发哈。从花莲到这边哦，大概要准备3个小时。那到玉里还在加90公里，可能要5个小时哈、哦。
那我们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哈，主要是希望把我们玉里的农产品能够带到我们的现场，能够贴近我们的消费者。因为虽然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花东地区是好山好水，我们的农产品非常的优质，可是你没有直接的这样接触哈，你不晓得说它有多好。像我们玉里镇有一个是全国第一的，玉里是我们全国最大单一乡镇的良米产地，整个玉里镇就有3200公顷是我们的这个米的这个生产的故乡。那所以玉里的米也常常在我们全国的这个米的比赛里面得到这个所谓的神农奖，或是十大名米，或是地产地名米，甚至还远渡到日本去跟日本人比赛，也得到我们的优胜。所以我们玉里的米是非常好，但是玉里不是只有米而已。接下来我们这个母亲节快到了，我们的金针也是我们玉里的特产。那金针在我们的刺客山上，那我们在这个山下也有平地金针。那我们现在金针推动的是这个无油金针，以前的金针呢，为了它的这个颜色鲜艳好看，我们都会加一些硫的添加。那现在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们推动无硫的金针。那所以等一下各位可以到我们现场去看一看。那另外呢，我们在地也生产非常多的一些像咖啡，我们台湾的咖啡也是非常好的哈，不是只有古坑咖啡，我们玉里咖啡也是非常有名的，等一下可以大家去品尝。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产品是丹参哦，各位以为丹参是中草药哈，是干的，其实没有，丹参也可以生吃哈，它吃的味道也不错，来到炖鸡汤也非常的好哈。好，那还有我们各个那个农产品都非常的多。对，那个熊站的话大概有1.4公顷哦，那可以，大家可以爬到那个桥上去看哦，那个叫新农桥，在玉里镇哦。那大家可以，它是用几种不同颜色的水稻，利用它不同的生长期把它颜色做出来了，所以是非常的特别哦。那我介绍了这么多，其实无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到我们玉里来观光哈，除了刚刚讲的有这个好山好水，也有温泉，那还有我们的农特产品。那希望借由这一次的交流活动啊，让大家能够除了我们购买我们玉里的农产品，也可以促进我们花莲地区的观光哦。因为大家知道自从那个3月6号的这个地震以后呢，那我们玉里的观光不是，我们整个花莲观光是有一点衰的。其实我们玉里地区都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花莲其实就倒那3栋房子而已，但是刚好在断层带，其他地方都没有。那最近很多的这个像台积电啊，像那个什么企业都已经去了，所以现在是很多人。那我也想接下来的这个暑假假期也快到了，母亲节也快到了，我们欢迎大家一起到玉里。谢谢各位，谢谢李里长。我想今天在这里，我怀着整个脑子里面的感谢来感谢在座的各位。玉里镇坦白讲是全国不管陆海空交通都是最不便利的地方，但是它怀有很多的第一。第一个，我们刚才如同陈副文市长所讲的，单一面积有登陆的，有根有水泉的，有3200公顷，但是如果含河川跟山坡地，加上卓溪乡是混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的耕作面积超过了5000公顷。如果一甲地一畦能够让它多10000块钱的收入，一年2畦，那么我们花东玉里跟卓溪的农民所得一年就可以多1亿。各位可以想象多1亿有多少，是我们整个玉里镇公所一年里面将近一年的预算。那么如何让我们的农民能够有好的农产品，能够找到好的买主？诚如刚才郭拉斯立委特别问我，为什么我们好像情有独钟对北投地区？第一个，104年我们跟前任的区长李美丽李区长，那么结为姐妹乡镇，那么卓溪乡也是。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卓溪乡，由我们张建坤张科长也带了他们优质的农产品来到我们这边来一起展售。那么我们当然有好的农产品，如果没有办法找到好的买家，
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伤害。那么刚才讲米是全国最多而且品质最好，刚才的好已经到日本，日本是吃米最要求的地方，我们经常在那边拿到金牌，拿到这个优良优胜，那是它有一定的这个标准跟品质。那么茶叶我们也知道，过去的蜜香红茶，蜜香红茶现在全国最好的在哪里？在花莲，在花莲。那么在哪里？在我们隔壁的瑞穗。但是它很多的茶青，因为过去主委在问我，问到就是赤科山现在上面的民宿如何。那么因为104年之前它那边是林业用地，没有解编，所以做民宿种茶都是偷偷的种，偷偷的卖民宿卖行间。但是104年解编之后，现在已经是合法化，所以因此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让他们不是只有在种金针，每年8月到10月开花让人家欣赏，我们要推动它的民宿，我们要推动它上面的产业能够最有经济效益的东西，也就是当然现在首推当然是蜜香红茶。所以我们3年来这个蜜香红茶帮它建立品牌，帮他做行销包装，辅导他们做这个加工，他们已经有具备一定的水准。所以我们今天办理的叫做什么意见理想茶米，所以最好的茶最好的米在义里，在我们卓溪这个两乡镇。所以各位入宝山不要空手而回，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已经有好几个买家，因为在那边在店在喝茶在做什么，因为我曾经担任过农会总干事，也担任过花莲县的县议员，也是农业小组的召集人，非常清楚他们的起手以及在品茶就知道那是专家。结果一问，果不其然是要来这边找商机，是要来找怎么样合作对象。所以今天在这边的各位，最全国最好的茶最好的米，不管是原料，当然技术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园林会、我们宜江保路主委以及我们王美平王处长、我们古拉斯立委，因为宜江保路主委跟古拉斯立委都是我们义里人，义里出了好多的人才，所以说这个又是另一个第一哦。包含现在的吴茂坤吴部这个吴部长都是义里人。那么我想有这么好的这一些人才，有这么好的原料，请各位能够多给我们支持。那么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我们陈明国陈区长以及我们李里长哦，常年来一直对义里镇的这一些支持。我想事后这一场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公所尽快的能够怎么样也组团到这边来，那么也欢迎8月份我们丰年祭的时候，各位部落小旅行已经怎么样，今年要办进去第3年，非常的夯哦，非常的夯，非常的抢手。我想我们的那个李长就非常的清楚怎么样呢，会秒杀哦，会秒杀。但是车票的问题，只要是到我们地区去协助我们农民朋友到那边去消费的，车票的问题找我啊。那么在这里非常的谢谢，也感谢各位，也欢迎各位尽快的到义里来做客，谢谢你们。我们的农民朋友也再次的感谢各位，今天再次的强调入宝山不要空手而回，不管是找商机也好，或者买好的真正这个我们义里花东好的农产品的，一定要尽快。谢谢各位，谢谢，谢谢。邀请我们黑宝今天带来我们花莲玉米的玉里的玉里米。那我们的玉里米非常的特别，它是通过 CNS 国家级认证，然后有独创自己的农业残留式的检验哦，通过检验是非常有机非常的优质而且有机的米。哎，我们的黑宝看不太到路，小心。好哇，这就是我们的黑宝，我们的玉里吉祥物。那今天黑宝来这边呢，是有个任务，是想要跟我们的台北熊赞做朋友。那我们紧接着邀请我们的台北熊赞出场。来，熊赞，现场的民众朋友可以拿起手机哦，帮忙记录一下这两只黑熊的相见欢哦。有没有看到他们的胸前都有一个 V 领，是我们的台湾黑熊独特的 V 字领，非常活泼的两只熊要来相见欢，非常可爱哦。那待会我们现场的小朋友也可以跟我们的黑宝还有熊赞进行合照。
那今天熊饭要来带来什么呢？今天熊饭特别带来就是我们台北的，也是我们的优质茶叶哦，是我们的木栅铁观音跟我们的南港包种茶哦。那我们这两个礼物呢，都是特别要来送给我们的玉里黑宝的。那我们的玉里黑宝呢，送出我们的玉里米。好，那请媒体朋友可以捕捉一下这历史性的画面哦，非常可爱。好，两只吉祥物呢，可以借由这次的活动见面呢，让我们台北市跟玉里镇呢更加促进彼此的交流，让我们的农特产品呢有更好的发展。好，谢谢，谢谢我们的黑宝跟熊赞。那黑宝跟熊赞请留步，留在台上。我们现在要来进行启动仪式哦。那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来协助一下我们启动仪式的道具的设置。那我们现场要邀请各位长官媒体朋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那邀请我们的与会贵宾跟我们的长官来到台前，长官跟贵宾可以来到台前一起进行我们的启动仪式哦。我们的台前去进行我们的启动仪式哦。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希望各位朋友可以帮我一下，我们待会倒数三二一的时间哦，就只可以把食物放到我们的熊赞前面的摇篮里面，这象征我们的启动仪式即将开始哦。好，现场一起倒数三二一哦，来，三二一，启动成功。好的，非常的感谢大家来莅临我们107年的花莲县玉里镇好茶秘境农特产品创新行销的推广活动。那我们为期2天的推广活动呢，即将展开，邀请我们的民众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哦。那我们现场也有非常多的优质商家跟我们的农特产品可以做参观、做选购，欢迎民众朋友把握机会。那我们媒体朋友可以捕捉这历史性的一刻，来，我们看一下前方的摄影机。好的，媒体朋友应该都有捕捉到我们这历史性的画面了。这个是长尾。
我想要你拿你公妹妹啊，才能回来。这是我们的那个百大图书馆，朱伟是我们义理镇的中心的。那个跑得最快的男生在线，这个开班这次6000多班考验是那个。大姐好，大姐好。他们是不认识，但也朱伟跟那个组长是。那个林金珍林总的儿子，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考完。学长，学长，学长。有那么多，刚开。南瓜，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一定要请主委吃，这个是新产品。他们的那个姜黄干，姜黄蜜饯，看看直接吃啊、哦！哎，你可以看看，直接吃。处长，哎，处长，这样啦、啊，试吃嘛，我们农特产品试吃一下，也许下一次你会说，哎，卓西有这个，你会非常乐意的呢。他这个比较粗，阳明台这边比较瘦，长长的。哎呀，没关系，不用紧张，直接的。哎，动，这个还可以种，真的还可以种吗？骗人！哎，你问诸位，哪有帮忙，对不对？他这个只要还可以种。哦，这个我想也没有科长问题。来一个科长。这个就是圆圆的。那如果要米的话，大概要怎么定？因为我们现在是，我们都卖完了，我们现在留。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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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是镇长，对面而已啊，对面而已啊。那个香港式的资料，是，对啊，是啊。好，香港那我很认真的、认真的拍照，那是因为那个，谢谢，谢谢。你们香港的那个设计的可以用，是啊，谢谢，终于听到了，对对。